今年得到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并建优良的视障乐龄中心，为了庆祝重阳节，嘛为了回馈在地乡亲，要伫10月14号下晡举办免费体验10分钟的活动，欢迎观众朋友事先注文。第三中经真侪年的视障乐龄中心，因为环境舒适、技术专业，唔那当年得到并建优良，嘛得到不少民众肯定。今年配合劳工局，特别举办中央免费体验10分钟的活动。虽然健身视障按摩中心三重芦洲地区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，但是我在想，应该还有很多新朋友不认识我们。我们很想借着这个机会邀请，就是说所有想对按摩想要有体验的，可以利用这个机会。劳工局在健身视障按摩中心办的这个免费的体验活动，虽然活动无限制跟阿中者参加，不过廖林书嘛欢迎大家带爸爸妈妈来参加体验，希望会使透过这么有意义的活动，协助中者解决身体状况。利用这个机会跟就长辈提一下，就比平常就是说一些保健。有几个比较重要相关的穴位会跟他们讲，他们平常可以自我保健，可以消除一些身上的一些酸痛啊，还是疲劳。因为活动那天刚好是假日，通常来抓人的人客较多，为了避免大家用太多时间等待，建议想要参加免费体验的民众，最好先打电话咨询。记者陈仲林金如三重采访报道。